这一讲，我们来谈一下唐代文人的这样一种边塞向往和边塞生活。这个边塞诗的创作是唐代诗人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以至于在盛唐还形成了非常著名的边塞诗派。那么唐代文人对边塞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初唐的情况。初唐的情况呢，实际上是历史上有关边塞这个生活的一种延续。早在秦汉时期，社会上呢就有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这样的谚语流传。比如《汉书》这个赵充国传赞里边就对这一点做过解释，说山西啊，山西就是关西了。山西出将是因为其地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尚勇力鞍马骑射，这是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说那是一个战争频仍的地方，戎马空匆，烽烟迭起，如果不身怀界州，就很难在兵刀剑火中生存下去。因为战争频繁，这个市民啊，大都久立军容，自然就崇尚弓刀骑射，闲习攻战。时间长了，就乐于披坚执锐，冲锋陷阵，从而从军效力就成为传统，成为一种地域精神。隋末以李渊为首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乘势而起，在马背上夺取了天下。与这样一个行动相应，政府呢对军功就加大了尊崇褒奖的力度，军功大臣也往往以此勤功自傲。这么一来呢，以军功博取功名，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就成为唐代前期人们普遍认同的一种观念。初唐时期的西北和东北都不时有烽烟燃起。贞观十八年，太宗攻高丽，取辽东之地。到了高宗显庆二年，唐大破西突厥，把他的地呢分成了两个都护府。咸亨元年，吐蕃与唐军大战，结果唐军落败。这样一来呢，就在贞观二十二年安置了安西四镇，被废除。到了一封四年再伐突厥，这次呢打败了，把突厥给打败了。到了武后的万岁年间开始讨契丹，其中呢小规模的边境冲突是接连不断的，所有这些战争都要进行全国性的征募活动。那么当时的人们对这些征募表现了一种什么态度呢？据《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当时的人们呀，非常的热烈，是人人头目，争欲争行。有的呢
不用官家来提供物品，自备物品也要从军。这是当时难得一见的一种盛况。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当年征高丽的时候呀，是木十得百，木百得千，招十个人就会来一百人报名，招一百就会来一千人。那些不得从军的人皆愤叹欲已，很失落。这个《册府元规》也记载了，说当时的从征者无不勇于征敌，那个身体非常好的那些年轻人呀，都夸耀自己的本领，说这样的一些人不可胜数，甚至有的人拿佩刀刺骨，以表示自己的决心。那么人们为什么这样踊跃的应征？还是《旧唐书·刘仁轨传》做了回答。太宗征高丽的时候做过规定，凡是渡辽海者就可以得一转勋官，就是可以升他的官。勋官呢，就是酬功。唐代曾经规定，这个勋官与公卿齐班，就是与公卿是同一等级，而且持有勋官者就可以免除徭役，同时还可以用给他的告身呢来免除刑罚。据史书记载，当年呢那些征战亡末者都得到了朝廷的追赠，给他们追赠官职，死了之后他的官爵还可以传授给他的子弟，以光耀门楣。由于朝廷有了这样一种激励政策，所以老百姓呢从征从战的热情就极大提高了。这样一种激情也影响到了一些读书的士子，以至于当时的一些太学生啊，就不以举荐为意，而专心于筋骨用兵成败之事。当时的一些人，有的就是到边塞立功而当上了高官，比如裴行俭。裴行俭呢，在贞观中是登第，但是他喜欢用兵之术，比如安营扎寨，这个前进后退，布敌料阵等等，这些呢他都很熟悉。最后两次率军大破突厥，立功在外。再比如有一个叫窦威的，早年当完文史，后来呢他有几个兄弟都不喜文墨，都是以军功治世而得以通显的。那么这几个兄长就对窦威讲，说是当年孔子积学成圣，学问很好，被人称为圣人，可是在他生活的时期却非常的狼狈。孔子这样的圣人都这样的生活困顿狼狈，那么像你这样的人即使精通了圣道，又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又能够达到什么目的呢？说你呀，名位不达，故其已矣，活该你没有名位。这就说明当时人对读书并不完全看好。最著名的还是李白。李白呢就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叫
朝鲁儒，就是嘲讽鲁地，就山东一地的那些儒生。其中有几句这么讲，说鲁搜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忙如坠烟雾。鲁地的儒生读儒书读得非常的刻苦，以至于老死于章句之中。但是你看这些人好像是满肚子学问，但是一问他经国安民之策，那么就像坠入五里云雾之中一样，什么都不知道。李白嘲讽的表面上是鲁儒，实际上是整个这样一种死读经书的知识群体。由于在初唐到盛唐这样一段时间里边，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这样一些变化，整个时代兴起了一种对从军边塞的期待和向往，所以对相当一批文人呢、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那么他们在写诗的时候往往都要写有关边塞题材的诗作，比如连那个自随入秦写惯了宫体诗的虞世南也写过出塞诗。他在出塞诗里边还说过这样的话，说山西多勇气，塞北有幽魂。从山西多勇气看，诗人对上武诗风的来源确实有一种自觉的体认。当然了，初唐的诗人向往边塞，但是大部分还只是把这种向往落实在纸面上，付诸实施的并不多。杨炯是个典型，作为初唐四杰之一，他写了不少有关边塞的诗作，比如他有出塞，有从军行，比较著名的就是那首从军行，说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帐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百夫长呢，其实管一百个人的长官，宁做那样一个下层的军官，也胜过做一个书生。杨炯呢，是在显庆五年代至弘文馆的，上元三年给他补了一个教书郎的官。这个时候正是吐蕃与唐军大战的时期，唐军以失利告终了，所以在那年呢，骆宾王因罪折戍西边，所以骆宾王就把从军的诗作写在了被迫赴边的征途上。与骆宾王相比，陈子昂的从军是主动的，是自愿的。他的感遇诗就有这样的句子：感时思报国，拔剑起号来。在他的另一首诗里边，就是送魏大从军，一上来就写匈奴犹未灭，魏将复从容。送别人去，说匈奴未灭，那么于是这个我的朋友魏大又开始从容了。全诗充满一种很激昂的情调。这个陈子昂啊，他和一般的文人有所不同，一般的文人只是
比较空洞的描写边塞的情况，或者是有一种对边塞热切期望的情谊，但是却没有多少实际的关于军事的知识和才能。而这个陈子昂，他是非常了解军事和边塞的有关情况的。在武后当政的时期，他曾经连续的上了多篇有关安边制敌的奏书，比如他的《上蜀川安危事》《上蜀川军事》等等这样一些表彰，调陈军国大计，而且非常有见识，非常有见识。同时呢，陈子昂又是亲自到边塞去过的人，在武后万岁通天元年的九月，陈子昂把自己从军的愿望化为行动。这一年呢，建安王武攸宜啊率军讨伐契丹，陈子昂就进入他的幕府做了一个参谋。但是这个主将武攸宜轻率无能，可以说是一个庸才，屡战屡败。陈子昂啊就非常的不满，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请求作为先锋领军破敌。但是武攸宜不允许，陈子昂呢只得呀在筑有黄金台以招贤才的那个燕昭王的故里踟蹰着，彷徨着，最后登上了黄金台，也称幽州台。在这个幽州古台上呀，他是仰天长吁，写下了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总的来说呢，初唐的士人在整个社会重视军功的氛围之下，产生了强烈的立功沙场的理想，但是多数人却没有从军征战的实际经历。到了盛唐，这种情况就有了比较大的改变。盛唐呢，国力强盛，社会上弥漫着一种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一种精神。特别是在一些大诗人的笔下呀，表现出了一种非常积极的英雄主义情怀。比如像张悦有《破阵乐》，写道：少年胆气凌云，共许枭雄出群，匹马乘西挑战，单刀济北从军。王维写有《少年行》，说：熟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峡谷香。李琦《塞下曲》自述，说：少年学骑射，勇冠并州耳，挚爱出身早，边弓沙漠吹。李白写的有关边塞诗就更多了，他的《塞下曲》直接讲：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都是直抒胸怀之作，从这些诗作里边表现出了一种对边塞向往和立功沙漠的这样一种豪情。比较著名的还有
曾经到过西部边塞的王昌龄，王昌龄写了大量的边塞诗作，比如他有一首《少年行》，说气高青赴边，谁顾燕山明。他的出塞诗这么写：流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骨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流血在诗人的笔下是那样的痛快淋漓，以至于那个儒雅的杜甫在他的笔下也频频掀起了关于边塞的这样一些描写和他的对边塞战争的这样一种肯定或者否定的态度。还有一个很著名的诗人叫王翰，王翰写了《凉州词》，其中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叫《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十回》。这首诗呢，我觉得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就是醉卧沙场君莫笑，把这样一个旁人视之为畏途的生死相关的这样一个沙场当做了勇士表现自己理想最后捐躯的这样一个所在，而且精神情怀是那么的高昂，那么的爽朗，那么的自信，这实实在在是盛唐诗人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很多诗人在诗里边都表述了立功边塞的愿望，但是呢，真正走向战场的人数并不是很多。关于盛唐文人入墓的情况，这个友人戴伟华教授曾经在他的《唐代诗赋与文学研究》中做了若干统计，就是通过这个统计呀，可以看出真正到边塞去的人不是很多，尽管从军的人不是很多，起码不像以前人所认为的那样多，但还是有一些的。毕竟这个从军也是仕途的一条近路，那么到边塞去从军，就是进入实府。所谓的实府，又称之为方阵，是指唐代援边而设的军事机构。这个军事机构的最高长官被称为节度使。盛唐的时候有若干方阵，这些方阵都是援边而设的。到了中唐以后呢，这个方阵啊逐渐的向内地扩展，方阵也多了，但盛唐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边关。比较重要的这些方阵，比如安西、北挺、河西、范阳、平卢、朔方、陇右、河东、剑南，有这样一些方阵。